早市里边都可以跑汽车了。这葱怎么卖的？六块。大家好，正月十三，咱们来逛一逛丹东的二街早市，看看年后的这个市场上人多不多啊？对，三斤都没有。三斤，多少三斤？土豆2块，萝卜2块5，菠菜1块5，圆葱2块，大白菜1块5。现在是早晨7点多一点，天有点冷，感觉人不是特别多，进里边瞅瞅。6块。这鳕鱼，刚过完年，海鲜品种有点少，海鲜也基本都是鱼。这下下的挺好，下活的啊，多少钱？32。看，这块这海鲜摊位没出摊呢，没开始出摊呢。对，现在你整点别的。海虹怎么卖了？三斤十块。20。哎，草莓怎么卖的？15。这葱怎么卖的？6块。这是好啊，自己家葱你吃吧，它一点都不辣，这都吃过都告诉不辣。呀，这葱可好，全白皮葱。6块钱。人有点少啊，人有点少，感觉有一点萧条。刚过完年的事儿是吧？那虾，这虾怎么卖的？这个3斤100，32元。这刀虾是你，这个25，这孩子24。猪肉。这边是卖蛋糕的，元宵汤圆，真是没人啊。看看早市里边都可以跑汽车了。最狠的是这俩卖草莓的，这边卖5块，这边就卖3块。每次来二街早市都会在这里拍一下。从这个角度上看的话，人确实是少哈。羊柿子，这柿子怎么卖的？2块，这1块钱是一家的，这2块钱一兜哈。2块钱一兜，小西红柿，2斤15。甜的吗？现场后买。现场后买了。对。你给我来2斤来。就听你这句，凑你这句话，我就来2斤。自己家种的。买完了以后再尝尝，确实好吃，有点凉，很甜，味儿老浓了，回去再买点。豆腐脑、豆浆、海蛤、豆腐。卖豆腐的这生意真好。可能是年前大伙买的太多了，家里好吃的备太足了吧。今天来看这市场人确实不是特别多哈，卖货的也都在喊，这人都哪去了？估计可能是跟天冷也有一定的关系。一点点的人应该就好多了，恢复了。过两天咱们再来瞅一瞅啊。